Surprise！ 你不是应该读书吗？生日快乐！开什么玩笑啊？十八岁，怎么可以不过？你看，为了你，我自己亲手做的。萤火虫还要做蛋糕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生日快乐，许愿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向豪庭考上前五志愿。浪费耶，这个愿不用许啊，一定会达成。最好是，快点第二个。希望姑姑、志刚哥还有孙博、夏安、夏德、高群都可以平安健康。好了，第三个愿望，不能讲出来哦。吹蜡烛。谢谢你。好吃哦。好吃，这整个都是你的啊。拍照。向好听。你不可以跑走。